高雄鹿竹天后宫昨天晚间在庙城广场举办半桌庆祝妈祖生辰，现场席开百桌，不过受到风面影响，可以看到现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有人边拿伞边用餐。尽管雨势不小，但热闹气氛依旧不减。画面曝光，大家也纷纷开玩笑的说：“这真的是架杠的流水席。”